要练会儿吗？啊，有点想，但是要脱鞋的不？这个设备真的不错，这里。对，需要脱鞋的不？看看怎么搞。不知道，应该不用吧？就想做个俯卧撑而已。他们的这个设备真的不错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就胸，但我估计我这个重量有点重，试个片。其实十几次还好，你要不试试？试一下。如果宽一点，差不多小臂垂直落到这个位置。有点重啊，我拉不起来这个。你试试史密斯的话，你起头往起，你一会儿换一辅助，来，可以。几个人组？对，我是十二，看你自己。哇，巨重啊！没事，我给你辅助，你可以再推两个。来，五个一组。走，靠自己，靠自己，走，走，再一个。走，走，靠自己。对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别靠。再来一个，我给你辅助，你放。好。走走走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走走，靠自己。啊！哇，这个是真重！哦，太重了！练了吗？嗯，都没睡呢。嗯。许昭豪，对对，我要做念名字，许昭豪，豪哥，来拉个背，你练啥？我要拉背，我只能推胸，我只能靠这里推。你咋了？骨折了。你多长时间？啥手术？十来天了，现在一直打着支具呢。那你就别动了，那你这手还能？没有，我是用小臂这个的力量去推，半握，全握不了，小重量。这么刻苦，来，好极了，手感好极了，可以。这里是不是还没有建设完呀？这里吗？对，完事儿了。完事儿了已经。你是说健身房要去整弄吗？健身房。健身房完事儿了。完事儿了。你这边还插东西？我看中了，还有这么大一块。没有，他那边是给他们唱跳选手。哦。练舞的，对。哦。练舞啊，唱歌他们都在这儿排练。不过这个基本上就都练过了，这个。对，基本上差不多。你现在是想练了？我现在不练了。哦。嗯。没劲儿了，已经干了一天活，看这个拉屎，没有没有。
很轻。这里没有过去搞深蹲架什么的。深蹲这个也可以升温。就是说那有自由的。没有自由的。哦，有自由的。那杠杆，澳板在那儿立着。哦，哎，实际现在挺好。对，基本上好多商业酒店健身房都没有。对对对，这个就不错。以前比很多是你的酒商业健身房有20的都已经不错了。对，是他们很轻都。对，咱们这儿有20。很酷。明天我可以过来试一下。可以可以。明天小东让小东跟你一起练。嗯，小东也经常来。小东现在经常来吗？也经常来。那你快练吧。好。我下来看一下。啊，行行行，早点睡。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